说一处进场，一处进场，亮不亮？太阳不行，要不要里面？够亮吗？够哈、哦。要一处进场，什么进场？那我们人两个人在对阵的时候都是动态的，他会前进，会后退，会左挑右闪，哈、哦。只是说，根据人家的调查统计，两军在打的时候，大概十分之八九就会抱在一起，那个几率很高。所以当人家譬如说拉扯我或抓我的时候，我们要藏藏法很多哈、哦。我今天做很多的藏法给你看。这个时候，你看我的手是怎么上来的缠？看接触以后，我是怎么缠它的哦？要用太极拳的缠法哦，不是随便乱走的。有没有？它的压力，你看受的压力不一样，这样子它就受不了。如果再缠下去，它的手可能会给我搞断。好，刚刚是那样啊，这样也是缠，刚那样搭对不对？啊，这样搭，你看缠它，缠下去，它的力量。用长的，可是我只有挨着一个点，他会受不了。他刚才一直要抵抗我，抵抗我，他会觉得那个力量很受不了。那我们的缠法很多，这样也可以缠啊，这样也可以缠啊、哦、啊，这样也可以缠。然后呢，这样也可以缠上去，把跑出去缠啊、哦。那左手右手一样，他搭着我，这样看，注意哦。我的缠是什么、啊、做很慢的动作给各位看来啊，看看到没有，做很慢啊，那你看啊，好啊，到这样之后缠缠它啊，随便啊，举例啊，比如我抓到脖子，脖子的缠法缠好、啊，好不好？他刚才是缠他的脖，他喜欢抵抗我，那我就不让他抵抗。来，抵抗，再来抵抗，抵抗，抵抗，他抵抗不了。啊，这都是缠。然后呢，来摸着头，要摸紧呢，缠法，这都是缠。摸着脖子进去缠，手都在走缠，一处进缠。啊，这样子走也是走缠，跟柔道的摔法不一样哦。好、哦，所以呢，太极拳就我抱着他了，脚注意脚，看我的脚哈，看我的脚，脚做缠法，嗯，手跟脚一起走，好、哦，一起走，他就会缠下去，好、哦，脚一起走，他就会缠下去，好、哦，啊，脚这样走，对不对？好，脚走缠，头走缠，摔下去，好、哦，懂吗？那这还不行，更好的我们还是要走宽位。譬如说，他手搭着我，我这样过不去，我就这样过，这样过，对不对？看好，走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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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因为我动作都要放慢，因为我做快了，容易把他搞受伤。啊，那。刚才有的是大缠跟小缠一起动，你看啊，那如果这样是大缠，对不对？他跟着我走，我就摔他；如果他不跟我走，怎么办？这个时候变小缠，小缠怎么样？用拳头，好，抵抗哈，来，他喜欢抵抗，就用抵抗的方法，来抓着，啪，就下来了。好，那刚才那拳头对不对？他握很紧，对不对？一直扎不进去，来，再看一次，注意啊，进去了。他拳头很硬，那我就走指尖，走我的指尖把它缠进去，有没有？你看，我先告诉他我这样走啊，他反手没办法反，看到没有？对不对？你喜欢逼我，你给我抵抗的时候。那怎么办？那就缠他的手指吧，手指一缠，你看他马上就软了。OK。